家好，我是小花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是的，我是 NSA 的小花哦。那今天要拍的是开箱文。对，要拍的是开箱文。那要开箱什么呢？要开箱，我跟纯回交换频道，合作频道，不是交换频道，就是这一包前面有个字，然后给大家看。那我们把全部倒出来吧。它有点卡卡的，倒不出来。就是这样，蛮多的，这一包。难怪那么满。好，那首先先介绍第一个，第一个是笔芯。笔芯我不常买，因为它蛮贵的，对，所以我不是常常买它。那稍等我一下下哦。好，没事，放这边后面。好，再来是这个，这一支很迷你的笔，哎呦，手掌心大小，不知道。然后它是五个颜色的，而且这边写简体字。贝尼熊，那它是几个颜色？五个颜色，蓝色、粉红色、绿色、黑色，四色啦。对，四个颜色，四个颜色，蛮可爱的。再来是的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再来是这个，这是，等一下。台灯亮一点，我要对焦哈。这是卡套，那我们把它拆开吧。好，是的，我拆完了卡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九个卡套，透明的，可以包这个吗？好像太大张了，知道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放进来吧。对，好，再来是下一个，这个 squishy， 它是粉红，说错，粉红色的眼睛，还是它是用紫色涂？应该是紫色涂。然后它是蓝色的。小小的，它是饼干，是的，对，它是一个洞一个洞，所以蛮像真的，因为饼。好，对，那下一个是这个，它是胶水吗？变身公主的，它是胶水。对，变成公主的胶水，它是像指甲油那一种的胶水。对，又给大家看一下好了，指甲油像这种指甲油的这种胶水。对，是的。再来下一个是这个，它是亮片，一罐小小罐，很像汽水。然后它盖子是可以打开啦，不知道，可以。今天开过音符的可以打开，我的我转不开。那它其实它是从这边开始开，头这边。那我把它打开了，我不要撒出超多亮粉，所以就把它关起来好了。一直对不了焦不好意思，今天。对，情况有点糟。再来是这个，这是算是粘土的东西啦，因为我玩过这种粘土。对，它好像是那种对，那种这种粘土我玩过，我记得我玩过。对，这个，
再来下一个这个。哦，忘记看卡片了，不好意思。那我不把它拆开吧。嗯，介绍的太过开心了，就是忘记有卡片这种的存在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看吧。兔赖小花，小花这是第一次合作频道，希望内容物你喜欢哦。我是你的粉粉哦，虽然五年级不同班，但是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哦，爱你哦，拜小葵。好，是的，那我们读同一个国小啦。对，那他后面还有送一些纸卡，这是他的卡片。来一，哎，来，对，一张，两张，三张，四张，五张，六张，七张，八张，九张，十张，对，都好可爱哦。对，我蛮喜欢的哦，不是蛮喜欢，是超喜欢。好，再来下一样，嗯，这个 Hello Kitty 的假链带，超大的，对，他以前有送我一个，我拿来装我的，嗯，拿来装我的那个书架。它原本就是凹起来的，所以我再把它凹起来，放进我的这个里面。好，这样子。对，那再来是，这个，它是轻粘土诶。对，轻粘土。哎，我开错了。那我把它剪开好了。嗯，其实我开东西都不会开得很好。哎，我真的是破坏款，轻粘土，对，粉红色的。好，再来下一样，轻粘土绿色的。荧光绿，紫色最大坨。那还有一个好像是橘色，我送给音符了。对，有点对不起小葵。再来是配件，那我们把它倒入那个碗里吧。好，把它倒进去。这是他的配件，送的蛮多的，真的，真的超多的，超多小配件。首先有波提甜甜圈饼干，波提甜甜圈有小波提跟大波提，对，薄饼干、厚饼干，嗯，这是什么？这还有棉花糖、爱心，对，那就是这样。是的，好，再来是这个蛋黄哥磁铁，再来是这个，哦，这是水软软里面的蛋黄。不是双蛋黄，是单一颗蛋黄，中型还是小型的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买过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。对，今天的影片就是到这边，那记得看我的影片后记得按赞和订阅，谢谢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